71回，行者假名降怪吼，观音现象伏妖王。色即空兮自古，空言是色如然，人能悟彻色空禅，何用丹砂炮炼？德行全修修泄，功夫苦用熬煎，有时行满使朝天，永驻仙言不变。话说那赛太岁紧关了前后门户搜寻行者，直嚷到黄昏时分不见踪迹，坐在那剥皮亭上点炬重腰，发号施令，都叫各门上提铃喝号，击鼓敲梆，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支更作业。原来孙大圣变个吃苍蝇钉在门旁，见前面防备甚紧，他即抖开翅飞入后宫门首，看出见金圣娘娘伏在玉案上，轻轻滴泪，隐隐生悲。行者飞进门去，轻轻地落在他那乌云散髻之上，听他哭的什么。少顷间，那娘娘忽失声道：“主公啊，我和你前生烧了断头香，今世遭逢泼怪王，拆奉三年何日会，分冤两处致悲伤。差来长老才通信，惊散佳音一命亡，只为金陵难解时，相思又比旧时狂。”行者闻言，即移身到他耳根后，悄悄地叫道：“圣公娘娘，你休恐惧，我还是你国差来的神僧孙长老，未曾伤命，只因自家性急，进庄台偷了金铃。你与妖王吃酒之时，我却脱身私出了前庭，忍不住打开看看，不期扯动那塞口的棉花，那铃响一声，蹦出烟火黄沙，我就慌了手脚，把金铃丢了，现出原身，使铁棒苦战不出，恐遭毒手，故变作一个苍蝇儿钉在门书上，躲到如今。那妖王越加严谨，不肯开门，你可去再以夫妻之礼哄他进来安寝，我好脱身行事，别做驱除救你也。”娘娘一闻此言，战兢兢，发似神鸠，虚怯怯，心如杵柱，泪汪汪的道：“你如今是人是鬼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也不是人，我也不是鬼，如今变做个苍蝇儿在此，你休怕，快去请那妖王爷。”娘娘不信，泪滴滴，悄语低声道：“你莫掩昧我。”行者道：“我岂敢掩昧你，你若不信，展开手等我跳下来你看。”那娘娘真个把左手张开，行者轻轻飞下，落在她玉掌之间，好便似菡萏蕊头钉黑豆，牡丹花上歇油风，绣球心里葡萄落，百合枝边黑点浓。金圣公高擎玉掌叫声：“神僧！”行者嘤嘤的应道：“我是神僧殿的。”那娘娘方才信了，悄悄地道：“我去请那妖王来时，你却怎生行事？”“嗨，古人云，断送一生唯有酒，又云破除万事无过酒，酒之为用多端，你只以饮酒为上，你将那贴身的侍婢换一个进来指与我看，我就变作他的模样在旁边服侍，却好下手。”那娘娘真个一言，即叫：“春娇何在？”那屏风后转出一个玉面狐狸来，跪下道：“娘娘唤春娇有何使令？”娘娘道：“
你去叫他们来点沙灯，焚脑舍，扶我上前庭，请大王安寝也。那春娇急转前面，叫了七八个怪鹿妖狐，打着两对灯笼，一对提炉，摆列左右。娘娘欠身插手，那大圣早已飞去，好行者展开翅，竟飞到那玉面狐狸头上，拔下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变作一个瞌睡虫，轻轻地放在他脸上。原来瞌睡虫到了人脸上，往鼻孔里爬，爬进孔中即瞌睡了。那春娇果然渐觉困倦，立不住脚，摇桩打盹，急忙寻着原睡处丢倒头，只情呼呼地睡起。行者跳下来摇身一变，变作那春娇一般模样，转屏风与众排立不提。却说那金圣宫娘娘往前正走，有小妖看见，急报赛太岁道：“大王，娘娘来了。”那妖王急出波平亭外迎驾。娘娘道：“大王啊，烟火既熄，贼已无踪，深夜之际，特请大王安置。”那妖满心欢喜道：“娘娘珍重，却在那贼乃是孙悟空，他败了我先锋，打杀我小校，变化进来哄了我们，我们这般搜检，他却渺无踪迹，故此心上不安。”娘娘道：“那厮想是走脱了，大王放心勿虑，且自安寝去也。”妖精见娘娘势力尽请，不敢坚持，只得吩咐群妖各要小心火烛，谨防盗贼，遂与娘娘进往后宫。行者假变春娇，从两班侍婢引入。娘娘叫安排酒来与大王解劳。妖王笑道：“正是正是，快将酒来，我与娘娘压惊。”贾春娇即同众怪铺排了果品，整顿些腥肉，调开桌椅。那娘娘擎杯，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，二人穿换了酒杯。贾春娇在旁执着酒壶道：“大王与娘娘今夜才地交杯盏，请各饮干，穿个双喜杯儿。”真个又各斟上又饮干了。贾春娇又道：“大王娘娘喜会，待侍婢会唱的公唱，善舞的起舞来也。”说未毕，只听得一派歌声，齐调音律，唱的唱，舞的舞。他两个又饮了许多，娘娘叫住了歌舞。众侍婢分班出屏风外摆列，唯有贾春娇执壶上下奉酒。娘娘与那妖王专说的是夫妻之话，你看那娘娘一片云情雨意，哄得那妖王骨软筋麻，只是没福不得沾身。可怜呐、真是猫咬尿包空欢喜。嘘了一会儿，笑了一会儿，娘娘问道：“大王，宝贝不曾伤损吗？”妖王道：“这宝贝乃先天团住之物，如何得损？只是被那贼扯开腮口之棉，烧了豹皮包袱也。”娘娘说：“怎生收拾？”“啊，不用收拾，我带在腰间呢。”贾春娇闻得此言，即拔下毫毛一把，嚼得粉碎，轻轻挨进妖王，将那毫毛放在他身上，吹了三口仙气，暗暗的叫变，那些毫毛即变作三样恶物，乃狮子、个子、臭虫，攻入妖王身内，挨着皮肤乱咬。那妖王瘙痒难禁，
伸手入怀揣摩揉养，用指头捏出几个狮子来拿进灯前观看。娘娘见了含忖道：大王，想是趁衣嚷嚷，久不曾浆洗，故生此物耳。妖王惭愧道：我从来不生此物，可的今宵出丑。娘娘笑道：大王何为出丑？常言道，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尸呢。且脱下衣服来，等我替你捉捉。妖王真个解带脱衣，贾春娇在旁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层层皆有各遭跳，件件皆排大臭虫，子母灶密密浓浓，就如蝼蚁出窝中。不觉得街道第三层见肉之处，那金铃上纷纷该该的也不生其数。贾春娇道：大王拿铃子来，等我也与你捉捉狮子。那妖王一则羞，二则慌，却也不认得真假，将三个铃儿递于贾春娇。贾春娇接在手中卖弄多时，见那妖王低着头抖着衣服，他即将金铃藏了，拔下一根毫毛变作三个铃儿一般无二，拿向灯前翻捡，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，将那狮子臭虫各作收了归在身上，把假金铃儿递与那怪。那怪接在手中一发朦胧无措，哪里认得什么真假，双手托着那铃儿递与娘娘道：金帆，你却收好了，却要仔细仔细，不要像前一般。那娘娘接过来轻轻地揭开衣箱，把那假铃收了，用黄金锁锁了，却又与妖王续饮了几杯酒，叫侍婢进佛牙床展开锦被，我与大王同寝。那妖王诺诺连声道：没福没福，不敢奉陪，我还带个宫女往西宫里睡去，娘娘请自安置。遂此各归寝处不提。却说贾春娇得了手，将他宝贝带在腰间，现了本相，把身子抖一抖，收去那个瞌睡虫儿，竟往前走。只听得梆铃齐响，紧打三更，好行者捏着诀念动真言，使个隐身法直至门边，又见那门上拴锁甚密，却就取出金箍棒往门一指，使出那解锁之法，那门就轻轻地开了。即拽步出门站下，厉声高叫道：赛太岁，还我金圣娘娘来！连叫两三遍，惊动大小群妖，急急看出前门开了，急忙掌灯寻锁，把门儿依然锁上，捉几个跑入里面去报道：大王，有人在大门外呼唤大王尊号，要金圣娘娘呢。那里边侍婢急出宫门，悄悄地传言道：哎，莫吆喝，大王才睡着了。行者又在门前高叫，那小妖又不敢去惊动，如此者三四遍，俱不敢去通报。那大圣在外嚷嚷闹闹的，直弄到天晓，忍不住手抡着铁棒上前打门，慌乱的大小群妖顶门的顶门，报信的报信。那妖王一觉方醒，只闻得乱窜窜的喧哗，起身穿了衣服，急出罗帐之外，问道：嚷什么？众侍婢才跪下道：爷爷，不知是圣人在洞外叫骂了半夜，如今却又打门。妖王走出宫门，只见那几个传报的小妖慌张张地磕头道：外面有人叫骂，要金圣宫娘娘呢，若说半个步子，他就说出无敌数歪话，甚不中听。见天晓大王不出，逼得打门也。
那妖道，铁锹开门，你去问他是哪里来的，姓甚名谁，快来回报。小妖急出去隔门问道，打门的是谁？行者道，我是朱子国拜请来的外公，来取圣宫娘娘回国呢。那小妖听得，即以此言回报。那妖随往后宫查问来历，原来那娘娘才起来，还未梳洗，早见侍婢来报爷爷来了。那娘娘即整衣散挽黑云出宫迎驾，才坐下，还未及问，又听得小妖来报，那来的外公已将门打破矣。那妖笑道，呵呵呵，娘娘，你朝中有多少将帅？啊，在朝有48位人马，良将千员，各边上元帅总兵不计其数。可有个姓外的吗？我在宫只知内里辅助君王，早晚教诲妃嫔，外事无边，我怎记得名姓？这来者称为外公，我想着百家姓上更无个姓外的。娘娘父姓聪明，出身高贵，居皇宫之中，必多览书籍，记得哪本书上有此姓言？娘娘道，只千字文上有句外授父训，想必就是此矣。妖王喜道，定是定是。即起身辞了娘娘，到剥皮亭上结束整齐，点出妖兵，开了门直至外面，手持一柄宣花乐斧，厉声高叫道，哪个是朱子国来的外公？行者把金箍棒攒在右手，将左手指定道，贤生叫我怎地？那妖王见了，心中大怒道，你这厮相貌若猴子，嘴脸似猢狲，七分真是鬼，大胆敢欺人。行者笑道，你这个狂上欺君的泼怪，原来没眼。想我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九天神将见了我，无一个老子不敢称呼，你叫我声外公，哪里亏了你？妖王喝道，快早说出姓甚名谁，有些什么武艺，敢到我这里猖獗？行者道，哈哈，你若不问姓名有可，若要我说出姓名，只怕你立身无地。你上来站稳着，听我道。生生父母是天地，日月精华结圣胎，仙石怀抱无岁数，灵根孕育甚奇哉。当年缠我三阳太，今日归真万慧贤，曾聚众妖称帅首，能降众怪拜丹癌，玉皇大帝传宣旨，太白金星捧诏来，请我上天成旨意，官封弼马不开怀。初心造反谋山洞，大胆兴兵闹玉斋，托塔天王定太子，交锋一阵尽尾催，金星复奏悬穹地，再将招安赤旨来，封作齐天真大圣，那时方称栋梁才。又因搅乱蟠桃会，仗酒偷丹惹下灾，太上老君亲奏驾，西池王母拜妖台，行之是我西王法，几点天兵发火牌，10万凶星并恶药，干戈见戟密排排，天罗地网万山布，齐举刀兵大会该，恶斗一场无胜败，观音推荐二郎来，两家对敌分高下，他有眉山兄弟柴，各逞英雄施变化，天门三圣拨云开，老君丢了金刚套，众神请我到金阶，
不须祥云书供状，罪犯凌迟杀斩灾，斧剁锤敲难损命，刀轮剑砍怎伤怀，火烧雷打只如此，无忌摧残长寿胎，押赴太清都率院，炉中锻炼尽安排，日期满足才开顶，我向当中跳出来，手挺这条如意棒，翻身打上玉龙台，各星各相皆前躲，大闹天宫任我歪，巡视灵官忙请佛，释迦与我逞英才，手心之内翻筋斗，游遍周天去复来，佛使先知转红法，被他压住在天涯，到今500余年矣，解脱危屈又弄乖，特保唐僧西域去，悟空行者甚明白，西方路上降妖怪，哪个妖邪不惧哉？那妖王听他说出悟空行者，遂道：啊，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厮，你既脱身保唐僧西去，你走你的路去便罢了，怎么罗织管事，替那朱子国为奴，却到我这里寻死？行者喝道：贼破坏，说话无知，我受朱子国拜请之礼，又蒙他称呼管带之恩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，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？我把你这狂上欺君之怪，不要走，吃外公一棒。那妖慌了手脚，即闪身躲过，使宣花斧劈面相迎，这一场好杀，你看金箍如意棒，锋刃宣花斧，一个咬牙发狠凶，一个切齿施威武，这个是齐天大圣降临凡，那个是作怪妖王来下土，两个喷云矮雾照天宫，真是走石扬沙遮斗斧，往往来来解数多，翻翻覆覆金光土，齐将本是师，各把神通堵，这个要娶娘娘转帝都，那个喜同皇后居山屋，这场都是没来由，舍死忘生因国主。他两个战经50回合不分胜负，那妖王见行者手段高强，料不能取胜，江府架住他的铁棒道：孙行者，你显住了，我今日还未早杀，待我尽了善再来与你定雌雄。行者情知是要取灵的，收了铁棒道：哈哈，好汉子不敢伐兔耳，你去你去，吃饱些好来临死。那妖即转身闯入里边，对娘娘道：快将宝贝拿来。娘娘道：要宝贝何干？啊，今早叫战者乃是取经的和尚之徒，叫做孙悟空行者，假称外公，我与他战到此时不分胜负，等我拿宝贝出去，放些烟火烧这猴头。娘娘见说，心中答突，欲不取出灵儿恐他见疑，欲取出灵儿又恐伤了孙行者性命，正自踌躇未定，那妖王又催逼道：快拿出来。这娘娘无奈，只得将锁钥开了，把三个灵儿递与妖王，妖王拿了就走出洞，娘娘坐在宫中泪如雨下，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，两人却俱不知是假灵也。那妖出了门就站起上风叫道：孙行者休走，看我摇摇铃儿。行者笑道：哈哈哈哈，你有铃我就没铃，你会摇我就不会摇。妖王道：嗯，你有什么铃儿，拿出来我看。行者将铁棒捏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，
却去腰间解下三个真宝贝来，对妖王说：“这不是我的紫金铃儿。”妖王见了心惊道：“嗯，敲起敲起，他的铃儿怎么与我的铃儿就一般无二？纵然是一个模子铸的，好到打磨不到，也有多个班儿少个地儿，却怎么这等一毫不差？”又问：“哎，你那铃儿是哪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先生，你那铃儿却是哪里来的？”妖王老实啊，便就说道：“我这灵儿是太清仙君道元身，八卦炉中九炼金，解救灵儿称至宝，老君留下到如今。”行者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老孙的灵儿也是那时来的。”妖王道：“怎生出处？”行者道：“我这灵儿是道祖烧丹兜率功，金陵团练在炉中，二三如六循环宝，我的词来你的熊。”妖王道：“灵儿乃是金丹之宝，又不是飞禽走兽，如何变得雌雄？但只是摇出宝来就是好的。”行者道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，且让你先摇。”那妖王真个将头一个灵儿晃了三晃，不见火出；第二个晃了三晃，不见烟出；第三个晃了三晃，也不见沙出。妖王慌了手脚道：“啊，怪哉怪哉，事情变了，这灵儿想是惧内，熊见了雌，所以不出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先生，住了手，等我也摇摇你看。”好猴子一把攒了三个灵儿一起摇起，你看那红火青烟黄沙一起滚出，咕嘟嘟了树烧山。大圣口里又念个咒语，往训地上叫：“风来！”真个是风吹火势，火加风威，红艳艳黑沉沉，满天烟火，遍地黄沙，把那赛太岁吓得魄散魂飞，走投无路，在那火当中怎逃性命？只闻得半空中厉声高叫：“孙悟空，我来了也！”行者急回头上望，原来是观音菩萨，左手托着净瓶，右手拿着杨柳，洒下甘露救火呢。慌的行者把灵儿藏在腰间，即合掌倒身下拜。那菩萨将柳枝连佛几点甘露，霎时间烟火俱无，黄沙绝迹。行者叩头道：“不知大慈临凡有失回避，敢问菩萨何往？”菩萨道：“我特来搜寻这个妖怪物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怪是何来历？敢劳金身下降收之。”菩萨道：“他是我跨这个金毛吼，因牧童盹睡，失于防守，这孽畜咬断铁锁走来，却与诸子国王消灾也。”行者闻言即欠身道：“菩萨反说了，他在这里欺君骗后，败俗伤风，与那国王胜灾，却说是孝灾，何也？”菩萨道：“你不知之，当时朱子国先王在位之时，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，未曾登基。他年幼间极好涉猎，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，正来到落凤坡前，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二子，乃雌雄两个雀雏，行翅在山坡之下，被此王公开处射伤了雄孔雀，那雌孔雀也带剑归西。佛母忏悔以后，
吩咐叫他拆奉三年，身担秋吉。那时节，我跨着这吼同听此言，不期这孽畜留心，故来骗了皇后，与王消灾。至今三年，冤愆满足，幸你来救治王患，我特来收妖邪也。行者道：菩萨，虽是这般故事，奈何他玷污了皇后，败俗伤风，坏伦乱法，却是该他死罪。今蒙菩萨亲临，饶得他死罪，却饶不得他活罪，让我打他20棒与你带去吧。悟空，你既知我临凡，就当看我份上，一发都饶了吧，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。若是动了棍子，他也就是死了。行者不敢为言，只得拜道：菩萨既收他回海，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，遗害不浅呐。那菩萨才喝了一声：孽畜，还不还原，待何时也？只见那怪打了个滚儿，现了原身，将毛衣抖抖，菩萨骑上。菩萨又往向下一望，不见那三个金铃。菩萨道：悟空，还我铃来。行者道：老孙不知。菩萨喝道：哼，你这贼猴，若不是你偷了这铃，莫说一个悟空，就是10个也不敢近身，快拿出来。实不曾见。既不曾见，等我念念紧箍儿咒。那行者慌了之间：莫念莫念，灵儿在这里呢。这正是吼向金铃何人解，解铃还问系铃人。菩萨将灵儿套在吼向下，飞身高坐。你看他四足莲花生艳艳，满身金缕蹦森森，大慈悲回南海不提。却说孙大圣整束了衣裙，抡铁棒打进蟹之洞去，把群妖众怪尽情打死，剿除干净，直至宫中请圣宫娘娘回国。那娘娘顶礼不尽，行者将菩萨降妖并拆奉缘由背说了一遍，寻些软草扎了一条草龙，叫娘娘跨上，合着眼莫怕，我带你回朝见主也。那娘娘谨遵吩咐，行者拾起神通，只听得耳内风响，半个时辰带进城，暗落云头，叫娘娘开眼。那皇后睁开眼看，认的是凤阁龙楼，心中欢喜，贴了草龙与行者同登宝殿。那国王见了，急下龙床，就来扯娘娘玉手，欲诉离情，猛然跌倒在地，只叫哎呀，手疼手疼。八戒哈哈大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嘴脸没福消受，一见面就折杀了也。行者道：呆子，你敢扯他扯儿吗？八戒道：就扯他扯儿便怎的？行者道：娘娘身上生了毒刺，手上有蛰羊之毒，自到麒麟山与那赛太岁三年，那妖更不曾沾身，但沾身就害身疼，但沾手就害手疼。众官听说道：哎呀，似此怎生奈何。此时外面众官忧疑，内里妃嫔悚惧，旁有玉圣银圣二宫将君王扶起。俱正在仓皇之际，忽听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：大圣，我来也。行者抬头观看，只见那簌簌冲天鹤唳飘飘径至朝前，缭绕祥光道道，氤氲锐气翩翩，
宗衣善体放云烟，足踏芒鞋罕见，手执龙须迎肘，丝绦腰下为缠，乾坤处处结人缘，大地逍遥游遍，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，今日临凡解眼。行者上前迎住道：“张子阳何往？”子阳真人直至殿前，躬身施礼道：“大圣，小仙张伯端起手。”行者搭理道：“你从何来？”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，因打这里经过，见朱子国有拆凤之忧，我恐那妖将皇后玷辱，有坏人伦，后日难与国王复合，使我将一件旧宗衣变作一领新霞裳，光生五彩，尽与妖王，叫皇后穿了装新。那皇后穿上身，即生一身毒刺，毒刺者乃宗毛也。今知大圣成功，特来解眼。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累你远来，且快解脱。”真人走向前，对娘娘用手一指，即脱下那件宗衣。那娘娘遍体如旧，真人将衣抖一抖披在身上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勿怪，小仙告辞。”“且住，待君王谢谢。”真人笑道：“不劳不劳。”遂长衣一声腾空而去，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重臣一个个望空礼拜。拜毕，即命大开东阁酬谢四僧。那君王领众跪拜，夫妻才得重谐。正当欢宴时，行者叫师父拿那战书来。长老袖中取出，递与行者。行者递与国王道：“此书乃那怪差小校送来者，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，送来报功，后复至山中变作小校进洞回复，因得见娘娘道出金铃，几乎被他拿住，又变化复偷出与他对敌，幸遇观音菩萨将他收去，又与我说拆凤之故。”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，那举国君臣内外无一人不感谢称赞。唐僧道：“一则是贤王之福，二来是小徒之功，今蒙盛宴，致矣致矣，就此拜别，不要误贫僧向西去也。”那国王肯留不得，遂换了官文，大排銮驾，请唐僧稳坐龙车，那君王飞后据蓬鼓推轮相送而别。正是有缘喜尽忧一病，绝念无私心自明。毕竟这去后面再有什么吉凶之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